土耳其重型无人机服役，体型是 TB-2两倍，续航超24小时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土耳其通过与一些航空强国开展技术合作，在无人机研制方面步子迈得越来越大。纳卡冲突中，土耳其研制的 TB-2无人机声名鹊起，针对 TB-2无人机因体型较小所暴露出的载弹量小、 防御能力弱和抗干扰能力不足等问题，AT-5无人机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进。AT-5无人机的翼展达到20米，起飞重量超过5吨，成功跻身重型无人机行列。